古代墓地。鹿头。他们中午应该，中午应该是要训练的，我跟他们说一下吧。中午皮皮打，晚上我打。挂死就吧，懒得撞了。鹿头的话，估计这撞的话就给他开二级钩子了。死就不着急。哎呦！开这么多球，他在干嘛呀？卖了。操，门没开。小丑。
张狂，不像金钱过久。听戏。磁铁嘞，丢不到呀。想说不是金身，那这金身这就交了，我去！哎呦，难受！你敢签？脏啊！七楼，你敢翻吗？就中。二楼还可以再玩一下，二楼有板子。哎呦，二楼板子，不知道家好没？哎呀，这小丑心太崩了，肯定在骂判定，垃圾判定，一刀打到十几刀，点啊还干啥呢？撤！留着，下一局。
飞行很差呀。哎，不亏，打到了。教的太慢了。铁锈，满血摸。把它摸起来了，然后是在修，然后现在要把它摸好。太亏了吧！
至少还有机会。牛逼，没治愈了。磁体，这样这个人既不丢磁体，我得击小口吧，别。没有第二次。爱就不就给我走。
还厄运呢。噔噔噔噔噔噔发电机修过的呀，那他人呢？还在这边。这这还刷字儿，然后并没有什么卵用。鸟死活不教啊！